琪琪啊，咱们来哪儿玩了？香炉山。香炉山呐，你刚才搬的是啥呀？小熊，你看这还有大鹅呢，等着，老郭，这还有大鹅呢。爸爸。啊。瞅着。啊。不是，哎，这大鹅怎么能拿下来呀？看下家的桥的坡。老郭，你看这大鹅少点啥呀？你发没发现大鹅少点啥？你看看这。啊。你再拿起来，我瞅一眼。你看看那。少了个角。你看脑袋上少啥？嘴。嘴没了。你看这点这俩鹅有嘴，那嘴咋要喝水喝没了？你看这个是啥？这儿。蛤蟆。哎呀，青蛙。嗯，这边还有呢。哇，这还有个青蛙呢。哪小孩啊？你哪小孩骑自行车的？这是萝卜吗？这是啥呀？爸也不知道啊。哎呀妈！我觉得这个是萝卜。我大闺女，你看你大闺女咋不高兴呢？来带你玩的？那搁这站着干啥呀？我感觉这些玩意太幼稚，哎呀妈！哎，幼稚。啊？这个是萝卜棍。妈，这孔雀漂亮啊！哎呦天哪！宝贝儿，你坐上啊。这能坐吗？孔雀，带我琪琪宝贝飞一圈吧！啊，带口号飞！哎呀，这样吹的啊！给爸比个耶！